这对夫妻真的让人好羡慕哦！台北县板桥呢，这一对夫妻相当有偏财运，在去年12月得过了大乐透1亿元的头奖之后呢，其实呢，他们在之前已经中过了2次的大乐透2奖、3次的威力彩的3奖，运气真的是相当的好。那么这对夫妻开设机械工厂，是彩券的重度玩家，先生负责去算号码，太太呢则是跑腿去买彩券。那么为了能够中奖呢，太太还会到 家附近的土地公庙去拜拜发愿，如果是中了大奖呢，就会翻修土地公庙，让土地公来住豪宅。或许是真的有保佑啦，这对夫妻呢获得了好几次的百万大奖，累积的奖金至少400万元。